他是谁呀、啊？我说了，这是名字的朋友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不认识还靠那么近？谁信啊？你爱听不信，我来了跟你吵。你以为我想和你吵啊？喂，你到哪儿了？马上来，再等我一会儿。等等等，每次都让我等。你不想来，干脆就别来了。快尝尝，怎么这么清淡呀、啊？这不是你喜欢的吗？喜欢也不能天天吃，真服了。我和你说，两个人如果连吃都吃不到一起，早晚会出问题的。我现在真是受够了，我看见他我就烦。原来你早就受够了，等你回来我就和你分手。吃饭时间到了哦，小公主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哄哄你呗。哎，对不起宝贝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的感受，我不是个合格的。穿这么少，你来干什么？不是说不用你来了吗？还不是担心某个笨蛋穿太少啊，被冻坏了。那你还要我等？刚刚在排队给你买烤栗子，人太多了，我就有点着急。好吧，那原谅你了。你这是……就算我再喜欢吃清淡的，你也不需要为了迁就我就接受自己不喜欢的口味啊。再说了，偶尔吃辣也可以。哎，你快快喝点水。我没事，就太好吃了。我现在真是受够了，我看见他我就烦。你下次能不能别在女神过来？啊，我跟他都不认识，还非得靠我这么近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出去喝酒聚餐。你去也行，但是你得带上我。你不是说不跟我出去吃饭是要减肥？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胖了？啊不，我不是意思，我绝对不是意思。你就是。不是我胖了，你就是，就是你意思。让你早点交暖气费，你就是不交。这么冷天，咱俩跟在外边睡有什么区别？我咋知道今天要降温呢？我老早就告诉你，这几天要降温，要降温。让你交暖气费，你压根没往心里去。你早知道今天降温，你咋不交呢？我都干了，还要你干嘛？一天天的，还有那热水器也是，坏了也不知道修，早都洗不了。行了，暖气费我明天交上，热水器我也找人修，行了吧？趁我发什么火呢？莫名其妙。你干，你还有理了？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睡一晚上能冻死人。吴建成，哎，你干嘛？行了，被窝都给你暖好了，上来睡吧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凉凉凉，你干嘛呢？哎呀，脚冷，给我捂一捂。哎呀，被子不都给你捂热了吗？你不是不怕冷吗？哎，来，快盖上被子。哎，这一天天的又熊着我，我还得给你盖被子。哎，快睡吧，睡吧。咱都结婚多久了，还整这些幼稚的东西？再说了，咱家以前那些衣服不都穿的挺好的吗？省点钱花在有用的地方吧。哎。怎么不省钱了？这件衣服我看好久了，而且最近打折我才想买的。再说了，我都多久没买新衣服了？知道了知道了，快吃饭吧。我们公司不景气，工资一直拖着不发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出门了。这么晚干嘛去啊？我去想办法挣点钱，省得你一直怨我挣不着钱。阿姨，我在你这买了这么多菜，你再送点辣椒呗。你这姑娘也不像没钱的，怎么这么点小便宜也占啊？哎呀姨，你有这和我争的功夫，就送了点呗。谢谢谢财来你家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亲爱的，沉不沉啊？没事，我拿着就行。这都几点了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哦，对了，家里油烟机坏了，你记得抽风找人修一下。我今天炒菜的时候熏我一身味儿，我怎么抽都抽不掉，烦死了。还有那个公司有事，我先回去一趟。哎，我说你听见了没啊？哎，姑娘来买菜啦！今天有新鲜的芸豆，阿姨特意给你留了。谢姨，我跟你说，你老公早上特意来跟我说，让我给你留点你喜欢的菜，钱都给我了。阿姨，哎，来了。这几盆菜啊，您帮我留着点，等我老婆下午来拿菜的时候啊，麻烦您给她。这里啊是菜钱。小伙子，你这是？嗨，我老婆啊，总是为了省钱买些我不爱吃的，您看着给她拿点新鲜的就行。我先走了。老婆，啊，这是哦，你上次不是说咱家抽油烟机坏了吗？我就请师傅啊来咱家里给修好了。你还记得呀？我还以为你以为我忘了呀？
哦，对了，工资发下来了，我打你卡里了。还有，你看一下家里需要什么，你一块跟我说，我就一并给弄了。还有，新买的衣服在沙发上，你一会儿试试看合不合身。这不是我当时看好的那件毛衣吗？对呀，你说完了我就给你买了。再怎么省钱，也不能省老婆的钱。行了，你快出去吧，这里油烟大。今天啊，我让阿姨特地按单子挑了你喜欢吃的菜，一会儿我就给你好好露一手。我和你一起吧，来。暖光中醒来，好多话要讲。宝贝，我回来啦。谁让你动我衣服的？我只是想把你的衣服放好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不要乱动我的东西。他绝对是心里有鬼，你当时就应该看看他里面藏了什么才对。他看起来很生气，所以我就……那你再仔细想想，他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好像……哎，成成，你快看，这件衣服和我在网上看的那件一模一样啊！是吧？我忘了。可是你昨天不还说我穿上很好看吗？那件你穿肯定不好看，明明一模一样啊！人家穿和你穿能一样吗？啊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程程，下周末我们去滑雪吧。行，下周末应该没什么事。好啊，那我去预约了。程程，我已经约好下周的滑雪了，你记得时间啊。啊，好。那个滑雪能下次再去吗？周末有个项目临时要去加个班。嗯，好。什么渣男，真是看走了眼。感情都逃不过这样吧。你说你俩都在一起多长时间了还不赶紧，我看他压根就没这想法，就是在耽误你时间，趁早赶紧分了吧。我再想想吧。宝贝，我回来啦。哦，对了，下周五的时候记得帮我把衣服洗一下，下周末开会要穿。程程，我们分手吧。我和他……哎呀，没事儿，别难过了。为了庆祝远离渣男，我请你吃大餐。他和我求婚了。什么？既然你都想好了，那就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吧。这是……人家穿和你穿能一样吗？拉走，拉走。逛个街都那么好呢，这刚买怎么可能有惊喜？本来想晚点和你说的，可是某些笨蛋好像已经误会了。我真服了，你不说这家球酒店很难约上吗？怎么一下就约上了？别光在这开玩笑，我跟你讲啊，小林现在已经有点不太高兴了。这次我要是求婚不顺利，你给我打双倍份的钱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，还好没被发现。这个戒指也是按照你的喜好买的，你之前说求婚的时候一定要有最重要的人在，这是你的原则问题。但是夏天那个酒店出了点问题，所以我就……那就现在吧。啊？对，就现在。不是你，你愿意吗？很久之前就愿意。我去，恭喜啊！别说了，你的份子钱拿双倍，我媳妇差点让你拐跑了的。说什么呢？你才那么容易被拐跑。想得美。